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玉如。在去参加这个营会之前，我对这个营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，只是想着跟自己的好姐妹们一起玩。然后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在这个营会中有很多的收获，其中让我最感动的是预言服事。因为我是国三生，前段时间面临升学考，在学校有大大小小的模拟考考卷，然后加上自己对自己的期望，把我自己压得喘不过气，以及人际上的问题和挫败，让我对上帝很是灰心，总是觉得我的祷告好像都不被上帝看见。然后，但是预言同工的意象描述的就跟我的现况相似，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是神在回应我原先对他的质疑，然后透过意象和敬拜，我觉得我好像被神释放了，感受到天父满满的爱还有激励。当然，在营会中的敬拜跟讲道也是非常有恩高，我在敬拜中也有所突破，神带领我不再过度在意旁人的眼光，让我可以高举手，用我的口宣告诗歌的内容。然后我相信这份从上一代回来的感动，耶稣的爱，我会永远保存在我的心中，兴起并且发光。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玉露。